好，今天又是一个平凡的日子。验光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想要测视力。哦，来，客人请坐。眼罩，要眼罩嘞。啊，客人，抱歉，我一时找不到，你现在使用这个吧。验光师，你中午是不是吃咖喱？来，客人，我们先测左眼，来测右眼喽。来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的自拍裸照。不是，放出 PowerPoint。抱歉，我好好奇刚刚是什么内容的 PowerPoint。这个，左边这个，右边吧，这个。右边斜上倾斜的角度呢？看得出来超鬼吧，验光师。来，给你点提示哦，功课自己解。同学，你右眼视力不太行哦。三小，来，同学，我们来换左眼。等一下，右眼这样测好了。来，你看得到上面写什么字吗？拥有时尚工艺的三星 Galaxy 21 Ultra 5G AKA 手机界的单眼 S21 Ultra 5G， 甚至有1亿800万的画素。验光师，测视力也可以业配啊？最近客人比较少嘛。来，继续哦。验光师，这还是你的照片啊。我这个是用 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5G 拍的，有1亿800万画素，放大依旧清晰。仔细看我眼睛上吧，答案是右边吧。同学，你左眼不太行啊。啊，不是啊，验光师，这根本陷阱题吧。来，下一题。这有东西吗？同学，这题让你作弊一下吧。你来使用 Galaxy S21 Ultra 5G 的双变焦镜头，来一个超高倍变焦 2.0 吧。是一个中指，答案是一个中指。答案是上面。同学，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吧，接下来是影片题，你要看清楚哦。来，同学要注意哦。有一天，我在公园看到好莱坞影星 Holger McGrady 在跑步。我当下很想用相机捕捉野生好莱坞影星，但我在烦恼到底要用录影还是拍照。我突然想到，啊，我是拿 Galaxy S21 Ultra 5G 啊，我有 8K 录影，不只可以录影，同时还可以截取照片，照片也有3300万画素呢。而且 Galaxy S21 Ultra 5G 也有超稳定动态摄影，即使边跑边拍人家跑步，也可以拍出流畅的影片。这题是啊，不是，你视力很差这题算送分吧？答案跟刚刚一样，你是向上啊。我懒得吐槽了。同学，那你帮我看下这台机器，眼睛看这边啊。哦，这就是看红色小房子的那个机器对吧？同学，那你有看到画面中那个一体成型加上时尚负面背盖不沾指纹、拥有独特美学的三星 Galaxy S21 Ultra 5G 吗？同学，帮我看一下这 Galaxy S21 Ultra 5G。什么颜色呢？星魅黑，星魅银。那 S21 Plus 呢？星魅紫，星魅黑，星魅银。那最后这个 S21 呢？星魅紫，星魅白，星魅粉，星魅灰。很好很好，不痛不痛。好，同学，我检查好了。根据我诊断的结果，我推荐你这款动静都好拍，让我平凡的日常精彩照起来的三星 Galaxy S21 Ultra 5G 吧，如何？带一台吧。我刚刚到底是去眼镜行还是手机行？